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小演说家 Chris， 今年九岁。在疫情之中，学校都停课了，我写完作业都会玩财富流。在财富流，我学会了怎么写财务报表，还看得懂什么是被动收入，什么是主动收入，还有月现金流。我昨天扮演的角色是咨询师，一开始的月现金流只有3400元的人民币。这游戏玩完之后，我的钱有18万元的人民币，还有5栋房子、2个小孩、1个老婆。我发现一个老婆，而且那个老婆还要花钱，而且我后来发现要生小孩要很多支出，而且要管好理财。我在这个游戏学会了财商变好，还可以跟线上跟大哥哥大姐姐一起来玩，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玩，拜拜。我是 Chris， 我现实的职业是学生，沙盘的角色是中学教师，然后我在沙盘里的梦想是想要有私人飞机，还有私人游艇。我在里面学到原来可以跟人家一起合作，他其实可以说是这场里面最有钱的哦，因为他最后又卖了一个房子嘛，对，10万块，对啊，那其实我觉得26900元哦，很清楚，你看他很清楚他的金额这样子，对，因为我觉得他其实玩得很开心啦，因为他